Hello， 各位小朋友，中午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今天是礼拜三，我今天很久没有吃大姐的美味中餐了啊，满心的期待。来看一下今天准备什么好吃的中餐，紫菜蛋花汤，然后这是高丽菜卤很多东西，烤肉哇赞，有葱蛋，这个我最喜欢的。然后还有这个杏鲍菇，哦，这个我很喜欢，这是素食的。然后这个是大姐煮的饭，大姐很想念你美味的中餐呢。真的啦？没有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啊，鲍鱼鱼翅远不及大姐的葱蛋啊。没有了，怎么可能？我跟你讲，人家再怎么煮都没有你的好吃。我说，真的，你的比较好吃。我吃不到我想要吃的葱蛋，我想要吃葱蛋而已。大姐，谢谢。